现场刚刚嗨不嗨？真的没有在骗人，他们都是真的非常用心准备他们每一段的表演，然后他们都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练习，去精进自己。那我刚刚看到蛮多人有带那个大只的那个摄影机，你们可以就是在我出来的时候也不要放下来，我有一点吃小吃味，因为其实那个也很常去看那个你们大家拍那个啦啦队女神的身影的照片，真的都是非常的专业。我今天可以体验一下，也拥有几张高清照吗？就是那种用那种大炮拍出来的，可以吗？哪边？哪边？这边吗？这边吗？我这样可以吗？会太刻意吗？帅吗？我刚刚看到有一些人现实动态有 tag 我，然后说今天是来看我的，你是骗人的吧？今天有50位啦啦队女神，我都不是来看我自己了，好不好？接下来呢，下一段精彩的演出也是马上要到现场了。你们以为刚刚的表演结束了吗？并没有，我们刚刚只是在后台组装椅子，啊，绝对不是在等让他们换衣服。OK， 接下来让我们持续欢迎下一段精彩的演出，给他们一点掌声加尖叫。Oh my God!